个吼，中间抓一个吼。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这位车在天宇这位车入去使用，啊，这位车这位科呢，啊，咱的科长朱荣祖先生，啊，总指挥啊就是曾天荣先生，感谢你，啊，感谢这位科，啊，感谢这位科在东区的财富中心，辛苦辛苦，感谢你，辛苦吼，来吼，啊，咱甲咱看一个，感谢一个来吼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我们的常务，十分的光彩，十分的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咱指挥车，你给咱所有咱这样的队伍吼，大家辛苦了，感谢，感谢。交易了，交易了。啊，再次欢迎咱南港东龙宫大汉乐团，大汉乐团。欢迎欢迎，欢迎咱的大汉乐团，感受呢这样一个队伍吼，老师辛苦你们了，感谢。大汉东龙宫来自着咱十二万区，感谢之意，欢迎之意，谢谢你们。啊，代表咱汉乐团的团长谢长威先生的带领之下，会当更加演出精彩。来，一起比赛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。啊，再次欢迎咱东龙宫进舞堂啊，这板头兄弟啊，真辛苦了。啊，这就是咱副楼主啊，柯顺贤先生啊，孙娘啊，全体班头兄弟啊，就您分享感谢您啊，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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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的东龙宫的所有的吼，咱的运动队所有咱这的队伍，顶头队伍吼，大家的接受，接受辛苦，谢谢，感谢。咱大坛保安厅，伊着阮的管理委员、会主任委员、会主席、会主席，甲咱带领所有技术人员，搁着咱所有呢吼，咱这呢电台员工呢，甲咱水十二万块的建议，感谢。啊，就是咱王尊龙阿公，诶，这个较头尾是着是，这个下中街来负责，啊，下中街交班，啊，咱下中街的副总理就是陈文贵先生，陈文贵先生。欢迎欢迎，感谢感谢，来到咱的大坛观众，感恩感恩感谢哈，咱弟兄在辛苦的感谢之意。好，这家人家接起来，把这手机这是手机喂。先生哈，咱先家己的。先生先接钱啊！来吼，给咱拍一个拖来吼，咱大家接个欢迎吼，感谢欢迎欢迎。我看了我来。伊在咱的大坛保安局，我来管理委员会，我来给咱最感谢吼，对上咱十二万块的建议，欢迎之意，谢谢。啊，够咱所有咱这顶头队伍吼，大家辛苦啊，感谢感谢吼，因为讲的这个业务，这点的大家拢尽心尽力，谢谢你们，感谢。感谢下中街在班头兄弟啊，大家一路辛苦，谢谢你们。
三头鸭子，感谢您，谢谢。谢谢，来迎着咱的大头哥，就咱心酸感慨的哈，来迎接吧吼，来感谢着咱的弟兄们吼，来莅临着咱大头哥安哥，谢谢，欢迎欢迎。用了咱十二万分，感恩欢迎之意哈，来给咱做建议哈，欢迎欢迎，谢谢，感谢感谢，也恭祝着咱的东龙宫文武神社，由恩典神结合团万里天际万天家，来保庇着咱众罗家，咱这虔诚的善男信女呢，家家户户报这个咱的功德，大赚大赚钱。在咱文化宫大前头巡回参展官。啊，这个安弥勒的红酒就是这个乌龙，乌酒的叫做酒名。啊，这个感恩官非常优秀，啊，是咱金武堂来单头来担任的。哦，大家甲拍鼓啊，一个来。好，咱吹来，来，谢谢。感谢感谢